是吗？那他们会有啥反应吗？不会打架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橘子这么乖。橘子不能让猫对视吧？我感觉对视会打上的。哦，他一直在看他呢。他们可能有点好奇，但橘子都不看他。什么？哇，他一直在看他。是啊，他才发现这有个猫。对他很感兴趣呢。哎，他在看，但我怕打，我怕打呀，不会打吧？不会吧？摸着它，会的，不会的，很乖，对不对？你就要跟他玩一会吗？不玩哎。那他对什么感兴趣？他对美女感兴趣。啊，那你跟我玩一会儿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可以，你可以抱抱他。就买。他看你能不能抱他。你要他的抱对吧？你耳朵。我的天哪！哎呀妈呀！他居然给你抱哎！你家的猫这么重，哇，好乖。是不是比你家猫重好多呀？对，比我家猫重好多。